在后台的热巴在干什么？真厉害，但是咱们还有十五分钟就要上场了，玩完这局就别打了。哦，我知道我知道，十五分钟足够了，玩完一局就上场，我绝对不会迟到的，放心吧。哎，左边左边啊，在逃公主，在逃公主，在这边很慌，吓一跳。前面我一抬头，我前面心跳280，谁看他谁心跳不加剧呢，说的好像我跟鸟鸟心跳不加剧。让我们欢迎年度新势力艺人的是，请看大屏幕。二零。
上帝的提醒，也是神影担纲男主的剧集梦回，再到现在正在播出的我们的神影。对，这六年的时间非常感谢。好，谢谢，也谢谢王安宇再次的感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荣誉。那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知名演员胡歌先生，西西影业创始人 CEO 杨小培女士为我们揭晓荣誉，有请二位。揭晓的是年度风尚艺人荣誉，是吧？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艺人朱楚曦。我们在这些年的光辉是，请问爱情是要两个人相处的事情，现在如何？不逃不下烟雨，我叫张琪。具风格的时尚品味都让人难忘。恭喜两位，恭喜两位共同分享在此刻的感受。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现场，然后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们，还有我们行业里面的翘楚前辈们，还有久别重逢的一天。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在向前的道路上都有星光照耀，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主席。首先还是要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授予我这份荣誉，然后我也希望未来散发光和热，不负星光，谢谢大家。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星光闪耀的一天，再次的。
只有找到方向感，我们才能真正的自己。让我掌声有请迪丽热巴上台领取荣誉。她是不是也能力去韩国里装作潇洒的少年？她风情万种，也能一身制服下隆正的检察官。她拍杂志，登顶大封面，时装周聚焦全球目光。在不同作品中不断蜕变，在商业焦点中自信不放，她就是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迪丽热巴。非常感谢腾讯视频在这个年末能够给我这个殊荣，我也很开心。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首先当然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希望在2024年能够更加突破自我，能够演绎到更多不同的角色带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谢谢。谢谢热巴，热巴今天很可爱，在我们走红毯的时候还在里面迷路了。谢谢谢谢热巴，谢谢，我们也期待一下利剑玫瑰早日绽放。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跟动漫有关的舞台了。其实腾讯视频一直在动漫的领域做出挖掘出了很多好的内容，但是除了像《斗罗大陆》这样现象级的爆款 IP， 2023年是腾讯视频动漫的第8年，腾讯视频一直在不断的助力国漫的发展，持续为国漫注入新的力量。接下来就是属于所有动漫迷的狂欢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佩玲、孟美岐、安琪、周深。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演员沈腾，真想遭报应的畜生，我一定要杀你！这话得几个？会员送给今晚所有的荣誉获得者，这不仅包含了我们最尊贵的 V8 等级权益、超级影视 SVIP， 还有部分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心，同时也不断的追求突破和不断的裂变生长。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呢是各具特色的精品电视剧的荣誉。那其实说到电视剧呢，我觉得
很不一样的感受，是可能每到一个季节或者每到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一部电视剧和一群人陪伴着他成长。接下来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是梦中的那片海中经历一段二，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好，陪着时间慢慢的成长，让这些陪着我，陪着你温暖如火，陪着你温暖如火。谁是谁曾经的过客，谁和谁错过，清冷寒夜谁还惦记着那温暖的炉火。让这些陪着风，陪着雪花飘荡在风中，让这些陪着雨，陪着四季的朦胧，让这些陪着你，陪着时间慢慢的成长，让这些陪着我，陪着你温暖如火，陪着你温暖如火。春夏秋冬静静地过，有你陪着我，沧海桑田模糊着远去的疯狂，让时间陪着他，陪着所有的牵挂，让这些陪着他，陪着世界慢慢的成长，让这些谢谢，谢谢在炉火旁给我们真挚的讲述的。大家好，我是演员于和伟。我们下面要揭晓的是年度风尚艺人荣誉，是吧？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风尚艺人钟楚曦。我们再次见面应该会是庆功宴。爱情是让两个人幸福的事情。他一人千面，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角色。年度风尚艺人胡一天，是热播剧里迷倒万千观众的理想男友，也是轻松驾驭多种穿搭风格的行走衣架。他们无论是在剧中的出色表现，还是独具风格的时尚品味，都让人难忘。恭喜两位，我们请两位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现场，然后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们，还有我们行业里面的翘楚前辈们，还有久别重逢的一天。很谢谢腾讯视频能够给我这个殊荣，那么我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首先还是要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授予我这份荣誉，然后我也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像一颗恒星一样由内而外的散发光和热，不负星光，谢谢大家。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星光闪耀的一天，再次的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稍作休息。我们也请两位嘉宾继续为我们揭晓荣誉，有请二位。荣获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飞跃艺人，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飞跃艺人田曦薇。不如在那之前好好在一起。来一个，弄几个，准备爆发！让我们掌声有请田曦薇上台领取荣誉。戏里的她灵动活泼，敢爱敢恨，戏外的她带着天然的勇敢冲劲和让人惊讶的力量感。有人关心她飞得高不高，有人关心她飞得累不累，有人关心，真好。晨光熹微，甜甜向上，她是破茧成蝶飞跃云端的田曦薇。恭喜田曦薇，我们首先要再次感谢一下刘涛先生和于和伟先生为我们揭晓荣誉，请两位稍作休息继续观礼好吗？好，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听田曦薇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谢谢腾讯视频给我的鼓励和给我的舞台，谢谢。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可以一路向前，谢谢。我们也期待你的大凤打更人。是的，期待住了，谢谢曦薇，谢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荣誉揭晓嘉宾，电视剧《三体》导演杨磊先生，联合文化 CEO， 电视剧《三体》总制片人白一聪先生为我们揭晓荣誉，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联合文化的白一聪。你说什么？大家好，我是杨磊。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魅力艺人的是，请看大屏幕。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魅力艺人景甜。要想世道太平，百姓安养，恐怕也只能靠推下去。徐凯，身足。雪气。让我们掌声有请景甜、徐凯上台领取荣誉。一个是美貌永远在线的明艳大女主，一个是风度翩翩的古装小王子。无论是仙侠古偶，还是都市爱情，他们都能用角色闪耀出魅力的光芒，真正做到演技与颜值的完美结合。他们在乐游原中的双 A 人设也让观众直呼过瘾，他们就是年度魅力艺人景甜、徐凯。恭喜两位，请两位发表一下感言。你先说。你先吧。我先说。特别感谢腾讯视频授予这个魅力艺人的荣誉，然后也特别开心能跟我身边如此有魅力的男演员徐凯老师一起领奖，希望2024年自己可以继续保持匠心精神去创作，可以在角色里面保持魅力，发挥魅力。谢谢。谢谢，谢谢景甜。我也很开心能够遇到这么有魅力的女演员，谢谢，谢谢田老师。那个，我觉得，对于观众而言，演员最大的魅力是能够塑造好每一个角色，就像刚才台下的每一个老师跟前辈，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的目标。然后谢谢腾讯视频，谢谢我的公司寰宇影视，以及所有支持我的阿拉索们，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二位的分享，也期待二位带来好看的作品。谢谢，再次的谢谢二位，谢谢。谢谢景天，谢谢徐凯。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位荣誉的揭晓者可以继续为我们分享荣誉。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新势力艺人的是，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新势力艺人王安宇，好吃懒做，正是本仙君的一生梦想。有本事你就把小爷我也搞里头。人到神至，不要所求，控制者所惯，直破无名。掌声有请王安宇上台领取。他是欢乐颂中善良上进的李奇琴，也是神韵中隐忍深情的缘起。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他都能用角色完美展现出不羁的野性张力，一跃成为演艺圈强劲势力。他就是年度新势力艺人王安宇。再次恭喜王安宇。我们要先感谢一下杨磊先生和白一聪先生为我们揭晓荣誉，两位稍作休息，继续观礼。谢谢。非常感谢腾讯视频授予我这份荣誉。其实确实非常感谢腾讯视频，因为从我的第一部担纲男主的剧集《梦回》，再到现在正在播出的我们的《神影》，对。这六年的时间，《长相思》第二季我觉得比第一季好看。说得很好，非常的重点。我们的相思豆们都会等待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再次谢谢。谢谢演员谭健次，谢谢。我们有请嘉宾继续为我们揭晓。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的艺人是，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迪丽热巴。大家好，我是乔丁丁。你是假的，你要再试大的，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让我们掌声有请迪丽热。公司副总裁、腾讯在线视频首席执行官孙中怀先生，有请。吴阳里将世间狗血集于己身，却始终清醒自洽的狗丹丹，
是《凡尘之下》里黑化、会发挥、演技炸裂的小鹿直，他们是年度电视剧新面孔，王弘毅、夏梦、曹斐然、史策、余姚。多支持，谢谢。大家好，我是夏梦，谢谢西出玉。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荣誉。那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知名演员胡歌先生，西西影业创始人 CEO 杨小培女士为我们揭晓荣誉，有请二位。大家好，我是胡歌。大家好，我是杨小培。获得2023年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卓越艺人的是，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卓越艺人吴磊。你加油吧，宋小川。但你就像一道光一样。赵姐，他就是这全都城、全天下最好、最好。让我们掌声有请。当年的小飞流，早已变成《长歌行》里犀利冷冽的雄鹰阿诗勒索，《星汉灿烂》里背负血海深仇仍坚守正义的林不疑，以及《爱情而已》里的热血运动员宋三川。像男人，感谢团队，感谢家人。我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更好的角色，来托起卓越这个词，同时也向台下各位卓越的前辈们学习。谢谢。谢谢吴磊。请留步，请留步。因为请允许我们多少有点感慨，因为我们一旦看到胡歌老师跟吴磊老师同框的时候，我们多少是有一些激动。太喜欢这个画面了。你提醒了我，12月27日有一部非常卓越的剧叫《繁花》就要播出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感谢各位。我们也想问问胡歌老师啊，因为大家都说吴磊是胡歌老师看着长大的，然后今天在这个星光大赏的舞台上，您又揭晓了吴磊的荣誉，有什么感受想和他分享的吗？胡歌老师也说一下现在的感言。对对，我很激动，我这不是第一次在台上给吴磊颁奖了。对，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看他长大这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星光大赏，就看着一颗星星在冉冉的升起，特别的骄傲，非常骄傲和自豪。那吴磊其实这么多年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在闪闪发光，在这里也谢谢吴磊，也谢谢胡歌的分享。谢谢。已经成为了两颗闪耀的星星了，特别好。我们接下来请嘉宾继续为我们揭晓好吗？好，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是，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号召力艺人的是，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号召力艺人龚俊。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必须把自己保护好。就凭我此时此刻愿意在这里陪你消耗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龚俊上台领取荣誉。他有着清冽干净的少年感，也是时尚界的中流砥柱。曾自嘲是18线的他，一跃成为演艺圈的焦点。而无论在哪一线，他坚持的初心不变；无论在哪一刻，他挑战角色的勇气不停，用实力拖住厚爱。他就是年度号召力艺人龚俊。首先呢，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给予我的这份肯定，最具号召力艺人，非常感谢能得到这个殊荣，也希望呢能把这份号召力正能量的传给大家，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呢，
跟腾讯视频也非常有缘，今年拍的两部戏呢也都是腾讯视频的，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风过留痕》和这个《我们与法庭的距离》。谢谢。谢谢。每次看到龚俊呢都会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也期待着他带来更多温暖的作品。谢谢，再次的谢谢龚俊。谢谢龚俊，同时我们也谢谢两位嘉宾，台下稍作休息。我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包括我们从业者，都觉得现在的影视行业越来越要求全能了。你看诞生了像令人心动的 offer 这样非常有剧感的综艺，同时也有像漫长的季节这样特别有电影感的电视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要求。Thank you.
此刻看啊，星星在闪烁，谢谢谢谢春春。我们在刚刚听春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看啊，漫天的星光在闪烁，就其实可以感觉到，其实一路以来我们所有腾讯视频的用户就像星光一样在守护着腾讯视频。那刚刚春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的艺人是，请看大屏幕，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迪丽热巴。大家好，我是曹晶晶。你是假，不要再试大胆，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让我们掌声有请迪丽热巴上台领取荣誉。她盛世美颜，也能一曲长歌里装作潇洒少年郎，他风情万种，也能一身制服下演绎正义检察官，他拍杂志登顶五大封面，时装周聚焦全球目光，在不同作品中不断蜕变，在商业焦点中自信不躁，他就是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迪丽热巴。非常感谢腾讯视频在这个年末能够给我这个殊荣，我也很开心。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首先当然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希望在2024年能够更加突破自我，能够演绎到更多不同的角色带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谢谢。谢谢热巴，热巴今天很可爱，在我们走红毯的时候还在里面迷路了，对。谢谢谢谢热巴，谢 谢, 谢, 谢，我们也期待一下利剑玫瑰早日绽放。是吧？好的，接下来呢，人虽未出场，但是现场已经欢呼四起。是的，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迪丽热巴，欢迎热巴。是的，啊，是一种美神降临的程度了。都说迪丽热巴的美是照片都不能体现的美，它是一种立体的美，让我们欢迎立体美人迪丽热巴。是，热巴呢也是选择在 IE 的中间走过来，所以我们以后可以猜一猜啊，热巴今天到底选择的是 I 坛还是 E 坛？是的，热巴，我们腾讯视频刷屏的好朋友，热巴走了，等一下啊，热巴走了，哎，在逃公主，在逃公主，在这边，很慌，吓一跳，前面，我一抬头，我前面心跳280。谁看他谁心跳不加剧呢？说的好像我跟鸟鸟心跳不加剧一样。让我们欢迎热巴，热巴，我们腾讯视频12年的好朋友，是可爱到不行的 I 人本 I。他在综艺里呢自言自语的名场面，也是无数 I 人的真实写照。他是三生三世枕上书里四海八荒唯一一只九尾红狐白凤九，也是长风，也是长歌行里我已失家不愿再失大唐的复仇公主李长歌，更是你是我的荣耀里明艳动人温柔坚定的人气女星乔晶晶。他不断挑战新的角色，用精湛的演技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让我们欢迎热巴。好美啊，欢迎热巴，欢迎，这怎么不感慨，欢迎热巴。小心当心是吧，来这边请，来，欢迎热巴来到我们的采访区。热巴先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正在收看腾讯直播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欢迎迪丽热巴，欢迎。第一个问题问热巴，刚才什么情况？想去哪儿？因为刚才告诉我说 ，I 人是往那边走，对吗？哦 ，I 人就不接受采访，直接走了，是不是？不是吗？不是要往右边走吗？是一个误会，其实是一个误会啊。但是上演了一个真实版本的在逃公主。是的，是的。嗯，那来，鸟鸟有一个问题。热巴老师，您也是一个 I 人是吧？那您最 I 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您有印象深刻的事情？最爱的表现，其实人多的时候就会脚抠地，然后有的时候会自己说完话，自己会很尴尬。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I人的表现，还是我自己的一个性格的表现。反正，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会大多数是处于E的状态，但是我个人的话是更喜欢独处的。没错，因为其实最近也有在追热巴的综艺，然后也看到了热巴在里面表现，其实我感觉非常有共鸣啊。就是有一句话想跟热巴说，就是有时候呢，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点机会照顾照顾你，因为你一直在照顾大家的情绪，真的是很辛苦。然后热巴也说了，说有时候其实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你作为I人的满电时刻，是不是？对。那想问一下你现在的电量还有多少？让我快点进去，不然一会儿。好的，好的，快要没电了，是不是？快要没电了。好的，那我们就感谢热巴来到我们腾讯视频星光大厂，请热巴移步我们的星光俱乐部内场区后场休息。好的，谢谢热巴。谢谢热巴，非常可爱啊！也是提醒了一下我爱人的电量即将。张若昀、张满意、谭健次、王鹤棣，让我们有请所有的 VIP 之星上台领取你们的荣誉。让我们有请孙中怀先生为 VIP 之星颁发荣誉，以及 V8 Starlight 星光荣誉会员。是的，他们除了是我们的 VIP 之星，也是我们 V8 Starlight 星光荣誉会员，期待他们接下来带来更加优质的作品，继续和腾讯视频一起向前追光。这轮的时光，热播的剧集、综艺、电影、音乐、动漫给我们带来了最坚实的陪伴，而腾讯视频也会不断地将新朋友带到我们的身边，带来新的故事、新的感动，敬请期待。是的，星光大赏我们三年不见，但按下播放键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开启一段勇敢的旅程。那今天的每一个篇章都继续着能量，继续着智慧，继续着勇气。无论眼前是黄金的麦田，是人群还是宇宙，我们一起向前，有星光。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孙中怀先生按下最璀璨夺目的星光大赏的播放键，接下来我们全场一起喊出我们今夜的口号：腾讯视频向前有星光。接下来有请孙中怀先生按下我们的播放键，腾讯视频向前有星光。再次感谢每一位2023腾讯视频的 VIP 之星，期待你们有更多的新作品，同时也要特别感谢许知远老师在每个荣誉介绍词中的声音出演。是的，再一次感谢所有用户的支持，腾讯视频12年以来的成长离不开在场每一位星光人的陪伴，因为你们的注视，这片星空有了更多的动力去灿烂去发光，期待接下来的每一年我们都能相约在这片星空之下。谢谢，再次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呵护牙龈健康口腔，感谢独家冠名的云南白药口腔健康的陪伴与支持。感谢果真是你的真果粒联合赞助，
超清甜的葡萄新口味已经上市，赶快去 get 同款吧。同时现在打开微信聊天，发送圆梦之星，点击掉落的福袋，抽取线下主题乐园家庭游年卡，瓜分千万礼金。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澳门威尼斯人的金光综艺馆，也感谢澳门威尼斯人对活动的大力支持。是的，朋友们，今年就要结束了，腾讯视频即将迎来新的一年，在这儿祝福每一位腾讯视频的用户，祝福台前幕后的所有人，行业里的每一位奋斗者，祝福腾讯视频未来我们大步向前，让我们明年再见。星光大赏，我们明年再见。再次的谢谢大家。